好啦，跳踏步行埋去上嚟，好啦，最后集大摇大摆啊！法国一千坚尼好快就会上演啦，等埋大摇大摆。好啦，十匹马已经入齐闸，随时开闸准备。好啦，闸门打开啦，都出得算齐啊，咁啊较为快少少，似乎爱尔兰嘅大摇大摆啦。咁啊中袋都有基利娜啦，咁啊贴栏亦都系有啲电彩眉，跟住啊中袋就剪风彩啦。咁啊再后少法式甜酒都摆前边少少啦。咁啊再后少少亦都系有呢个福咒曲式啦，咁啊跟住有呢个花俏女，咁啊较为落后少少有呢个跳踏步永续故事同埋灵缇嘅。开始转紧弯嘅时候，前面法式甜酒走爱尔兰占先少少，爱尔兰一路顶住佢有啲电彩眉啊，走紧三只做嘅大摇大摆。咁啊首位第四位就基利娜，咁啊贴栏第五位就系呢个福咒曲式。暂时三碟望空嗰匹就跳踏步有啲抢口啊，然后黄色三个匹咧就系呢个剪风彩，咁啊尾三位置系花少女，尾二啊就系呢个灵缇包尾变咗嚟永续故事，咁啊头马距离尾马保持住六个马咗啦，仲有600米到终点啊，带头依个法式甜酒放头啦，首位第一位就大摇大摆搏住内栏，第三位就大本嘅电彩尾，跟住亦都有基丽娜啦，内栏首位第六位，仲有呢个就系福咒曲式走紧外碟，仲有啲跳踏步啊，尾四就上到嚟啦，咁就系呢个灵缇啊，尾三就系啲剪风彩，尾二就花少女包尾嗰匹就永续故事嘅，响住最后直路进发啦，咁啊前面稍开大步放头，依个法式甜酒啊，首尔就位就大摇大摆，开始要骑就大本嘅电彩眉啦，咁啊然后亦都系有呢个基丽娜，咁啊再后少出边上嘅呢个跳踏步啊，咁啊灵缇都大摇难打紧冲锋噶啦，再后少少亦都有复奏曲式咁嘅，到到最后300米时候，前面法式甜酒依领先，但呢个时候大本电彩眉开始上嚟挑战佢啦，中档上紧系跳踏步，我难上紧个灵缇，落档亦都系基丽娜嘅，到到最后200米嘅时候，前面呢个电彩眉领先啊，就出边追紧佢嘅呢个灵缇，落难挨紧法式甜酒，再后少个基丽娜，到到最后。八六就前面电出嚟走甩咗嗰几个马位，睇嚟可以赢马啦。首尔第一，仲有呢个法式甜酒，但灵缇过去啦，跑第一名啊就系电彩眉，灵缇追翻第二啊，法式甜酒第三啊，第四名嘅就系基丽娜。翻版 Q 啊，结果就电彩眉。但系嗰条战线系可靠啲嘅。再赢一级赛啦，咁啊第二名就系灵缇，第三就彭国年喎，法式甜酒系咯系啦。咁长呢只电彩眉都唔使自己放头添，直头都。佢啊好。激动嘅十号、四号、三号，第四咧就系九号啊，啱啱追唔到，系啊，追唔到，就俾只三号摄住咗七同九，系啦，咁三号都系射程范围嚟嘅。好，咁啊大热取胜啊，量数好啲，好慢脚啊，加速埋咯，一步步揽上嚟嘅啫，喺外档嘅啫，即系灵缇同佢差唔多位起动啫嘛，但人哋嗰只一骑就有啦嘛，佢又慢慢上。果然嗰個跳踏步咧，咁嘅飛就跑落，係啦，麻麻地啊！外碟啊，真係唔得啊，真係。沿途都望空搶曬口嘅，成隻馬都亂曬。係啊，俾咗佢啦，我只只基麗娜追唔到。係啦，呢度都睄一睄啊，見到阿黎敏滔。好輕鬆嘅啫。暫定賽果：十號、四號、三號、九號。以我哋認識嘅跳踏步呢件衫，啲飛都知道多恭喜㗎啦。咁樣就唔係恭喜啦，真係。好啦，見到黎敏滔都落馬啦。咁啊，橡樹可以考慮啦。頭先都講啦，媽媽都贏到2400米，咁啊，丘吉爾嘅父系咁都有啲長力。咁如果唔係橡樹，就加冕錦標啦，皇家士谷賽騎啊，咁都可以考慮一下。正常應該橡樹先咯。係啦，你2100啫嘛，因為而且仲係即係法國本土嘅經典賽。即係你話跳800就辛苦啫，跳500難度就冇跳800咁高啦。你加冕錦標一來要遠征啦，即係你要過英國啦。咁二來，哇，春畫好多嗰場。到時有啲英國嗰啲啊，堅尼冠軍喺度啊嘛。到時就英外法堅尼傳統。即係你講著數，可能留低喺法國係著數啲，或者試一下先咯。如果唔得，先再縮情。係啦。即係你話1600要2400嘅，咁你諗嘅梗係多啲啦。但係你法國唔係啊嘛。英國嗰啲會係喎，1000堅尼上漲算2400，嗰啲係真係諗嘅會多啲嘅。好嗱，尾場賽事我哋咧就要等作實派彩嘅，咁呢個時候我哋有啲時間啦，睇翻啦第一場賽事啦，2000堅尼大賽嘅重播。好啦，翻返現場啦，咁啊見到啊呢個1000堅尼都準備係頒獎噶啦。咁啊，巴米高同埋黎敏滔啊兩項堅尼大賽就分別攞喺佢哋手上，咁啊彩衣顏色好相似喎，佢哋係啦。都係藍白話，藍楞白咁又點咯？幾人安啊上名又升得長，而家個法國騎師榜都遙遙領前嘅喎，即係大粒啊度唔會落得好多。
咁兩場就真係馬不如人啦。頭先基麗娜都跑得好近㗎，其實第四嘅。咁佢呢兩隻能夠跑得接近咧，都真係收貨有餘㗎啦。地國逼天仲難啦，第三嘅。其實看呢一隻馬，如果你話計血統又到啦，增程啦，同埋睇佢沿途走起上嚟，佢好放鬆嘅呢只馬，即係好聽安上人指示，流啊！即係你流到力啊嘛，係啊，你有咁高質素而流到力嘅，個變速又咁強嘅，咁真係博得過2001啫喎，2001應該冇乜問題，係佢哋末段都仲係好行。可能發光打比咧，今日有二千堅尼一啲紅馬就未出現嘅，之前有啲預賽好輕鬆贏得蘇美倫一隻啦，咁啊睇下會遲啲會見到啦。今晚我哋睇到嘅二千堅尼大賽就少部分啦，我諗會都有啲會去跑打比嘅。但如果呢只咧喺黐馬陣營嚟嗰只都係最 top 嗰批㗎啦，真係啊！佢同靈題，我覺得都兩隻都幾突出嘅。佢上年贏馬數爾大賽㗎嘛，已經接續到啊！今年啊，繼續有進步啊！好，咪黎敏滔咁啊，一級賽有匹咁厲害嘅馬啊！咁啊，近年個事業都漸入佳境啊，真係。有隻好馬就自然就交到成績，就其他就更多人揾你幫手噶啦。哦，白人嗰邊又爭啲，可能都係咪之前都諗得多啲場地咧？到底啊，好難啊，定點咧？又要揀啦嚇，因為愛爾蘭又未跑啊。係咯，即係揀嚟揀去啊，麻麻地啊，兩場都係。哦，咁我哋都見噶啦，佢揸住金教堂嗰啲要揀噶。不過暫時睇啲堅尼大賽啊，惡霸人呢個陣型就都麻麻地一般啫喎。但係嗰隻多產巨象都仲係話葉森打比喎，即係佢仲係頭號喎。嗯，即係暫時未一隻，即係而家呢排啦，好多嗰啲預賽跑咗啦。係啦。車士打唔平啊，咩東帝啊，東帝未跑。東帝未跑，嚟緊。迪河錦標啊，嗰啲領飛打比預賽有啲都贏到嘅喎，即係我家軍嗰啲。不過最近就喺車士達嗰邊就哇出咗只廿二個馬位啊，嗰只咩馬嚟嗰只？但係嗰係大難地，係大難地，係二十二個馬位啊，十二個馬位，即刻已經話係橡樹嘅熱門啦。因為問我白人，佢即係講起話，即係咁多預賽幾場都贏咗啦，但係佢話都係多產巨象，佢去 number one 都係呢場，都係係啦， okay、即係覺得嗰場唔好算數啊，有少少啊，睇下係咪到時熱心打比得啦。不過上嗰場真係曳得緊要，係咯，完全一步都冇嘅。咪睇埋呢個直鏡啦，呢個比較近啲嘅直鏡。跳踏步就冇計啦。好啦，復榜完畢啦，咁啊跑第一名咧就係十號馬電彩微啊，獨贏派$16，位置派$12；第二名四號靈題，位置派$16；第三名三號法式甜酒，位置派$24；第四名係九號嘅基麗娜。連贏四搭十日派$71.5，二重彩十號四號順序$87，三重彩十號四號三號順序派$571，單T係派$293，位置 Q 四搭十$28，三搭十$67.5，三搭四$116.5。四連環啦，三四九十啊，派$558。四重彩十號、四號、三號、九號順序派$4,328。賽事嘅完成時間1分38秒24。
好，今日咧母親節嘅九場賽事都睇曬啦，日頭嘅日本嘅賽事啦，咁夜晚頭先都睇完法國二千幾年同一千幾年大賽啊。好啦，今晚之後咧，下星期有喎，仍然繼續有好多嘅直播賽事啊。喺下星期六嘅，咁日間咧就會新加坡克蘭茲一理賽嘅賽事啦，夜晚咧就英國洛景傑錦標嘅，咁啊夠係即係今年有得睇喎啊。咁又係九場賽事轉播過嚟嘅。好啦，嗱，我哋今晚節目時間就夠噶啦，咁啊下星期六咧日間同夜間都係同樣時間嚟嘅，約定大家一齊睇粵陽賽事。